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爽爽，又来到我们一周市场回顾与展望时间。今天是3月30号，周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开始我们的今天的视频。那我们这是一个这样一个分享的行动，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那希望大家在收看这视频之后，如果说你觉得不错，那欢迎你能够转发给你的朋友，让大家都能够得着这样一个分享的好处。那在这边也有一些免责声明，那我这样一个视频是分享市场的方向跟操作心得。那大家都知道市场有不确定性，所以自己的操作跟资金控管是非常需要注意小心的哈。那我们偶尔在视频里面有提到个股的看法跟操作心得，那也告诉大家一下，就是说一个可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并不是绝对，我们每一个交易都需要需要有止损，然后呢需要能够知道风险。那我在视频也尽量能够少提到一些交易量比较小的股票哈，这样免于这种炒作嫌疑。毕竟冲浪大群有大概有四五千人在看哈，那不管是有看没看，但是至少有四五千个关注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呢我尽量不就是说不提到这种小型的股票，以免有这样所谓的哄抬的一个可能性哈。那另外呢，我们在这边有做一些简单的一个就是新增我们视频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每周会把这个重要事项这属于视频或者是在群里面所需要知道的跟大家来说声明。那在这边欢迎每个新朋友，然后呢也欢迎如果说你还没有加入免费的冲浪大群的，你可以来加入。那我们在这个视频的后面，或者待会我会很快的过去这个如何扫我的微信的 QR 号码，以及加奈加脸书这些东西哈，这个社群媒体哈。那就是说我们免费大群有市场的更新资讯以及早安点位这些东西。那另外呢，也要注意每周这个我后面所讲的这个中长短线趋势的更新。那另外呢，特别提一下，就是新的基础班在4月2号开课。那基础班的内容我们在视频的后半段会讲哈。那大家如果说有想要知道的，可以到后半段，特别就是讲完这个市场分析之后，继续留下来听啊，不要就直接跳走关掉。好，那4月2号开课，也就下礼拜二开课，所以呢，为了报名的这个过程的处理哈，那请尽快报名。那有同学或者是朋友问到中级班的情况，那基本上需要一点点 interview 的时间我需要知道你的程度在哪里。但是呢，开班是随时都可以开班的哈。那我们这周也新增了特斯拉时间，每周都会有一些特斯拉时间。然后呢，如果说我通常的一般的情况就是说我比较少去炒这个特斯拉股票。不过呢，特斯拉股票有一些特殊的特性，待会会在图上面跟大家讲。那我通常就是支持这个 Elon Musk 的这个Super Genius 的。那他我支持他是用直接买车支持哈。那如果说你有同样的这个支持的心愿就是说支持这个我 Tesla 的这个CEO， 那除了买股以外，你也可以买车。那如果你买车的话，或者说你身边周边朋友买车的话，请记得别忘了给他，或者是你要用上这个这个 referral code 哈，这样会可以帮助我能够有加免费的油啊。那当然这不是最大目的，主要就是说给大家这个开这样一个特别时间解读这个特斯拉这个chart， 一方面也在个股上面给大家有一个参考，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看个股的图哈。好，那我们简单讲一下早安点位，再这样子类似把大盘的一个这个波动的一个情况跟大家讲。那我们很快过去，后面会有稍微比较细节的解释。QR 微信 QR code 大家自己扫 Nine 的 code，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尽量你有微信群就不要在脸书群哈，或者是在这个 Nine 群，这样的话节省 space 给大家就是能够多点的机会。那另外呢，我这边很快讲一下，就是超级长线呢，基本上是看多也做多，然后呢，长线
也就是一到三年以上的，也是看多，除非有一些情况变化。那细部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在任何时间买进，你大概有给个5到7%的止损就可以了哈。这个是这个市场的一个长线的一个做法，长线跟短线、中线做法不太一样。那中线的情况呢，就是说现在还是上升趋势哈。那跟长线一样，就是说如果你保持在2700标普之上，就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短线的话呢？现在的话，当然就是说，我们目前为止，除了上个月这样一个拉回之外，其他每个拉回都是小拉回哈。那只要不破坏上升趋势，基本上都是拉回就买多啊，buy the dip 哈，这是现在的原则。除非趋势错误，buy the dip，然后涨不上去下去了，你做止损了，那也表示说趋势也不对了啊。为什么会止损？是因为趋势错了。那你止损是提早能够避掉这个风险啊，这是最大的目的。好，那我们来先讲一下整个图的情况，我们再把特斯拉时间放在稍微后面的地方，看一下这个超级长不是超级那个月线哈，月线图的话呢，这个月已经收官哈，那已经收了月线，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继续的持续上涨，连续三个月持续上涨，在统计上有一个就是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我这边拉一个图给大家看哈，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说，当你三个月连续三个月，一二三四月上涨，每个月超过1%以上的话，2019-2018年到2019年的统计呢，基本上当然也有。1930年的时候是整个就掉下去哈，那当然一年后的这样一个营收是跌掉34%哈。那除了这之外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会再继续延长的上升趋势哈。这样简单这样讲，那你看看这过去几个例子哈，这个十几个例子里面，一个礼拜之内啊，基本上差别不大，有涨有跌。2周呢也。大概涨多跌少，三周当然就稍微涨多一点点，也有跌的哈。那但是呢，一年后来看的话，我们看长期来讲的话，连续三个月头一二三月上涨的话，之后收正，而且是18%以上的这样的涨幅。好，那除了两次，我们看这两次是什么时候？1987年哈，这个是有闪跌的那一年哈。然后呢，30年是那个就是大萧条那时候，所以除了这两次之外呢，基本上都是10%，你可以期待10%左右的一个涨幅。好，那这是一二三月上涨的一个情，连续三个月上涨哈。那如果说你是不管任何一个月，只要是过去的12个月，就是说过去一年的最低点就是1、2、3、4、5啊，二三四五标普2、3、4、5是过去一年最低的低点。之后连续三个月往上涨的话的一个这个绩效哈，是这样，就是说短线哈基本上也还是会继续上涨，中这个2周一个月哈，基本上一个月后都是代表是都上涨，继续上涨的几率哈非常的大，2个月后也是继续上涨的机会也非常大，3个月后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是非常确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短线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振幅的波动，但是以这样的一个统计之后，我们基本上看到一年以后，大跌也是有，但是呢，基本上，就说在未来的，特别是未来过去40年里面，基本上是10%以上哈。那过去里面，有几次大跌，但至少一年后都是至少是上涨15%以上哈。当然有一些特别年份是，小跌啊，那小跌是在未来的3到6月就可以慢慢体现，但是呢，如果是在未来几个月都还是一个保持趋势的情况下，基本上未来一年的营收是可以达到18%、15%以上啊，甚至要45%的啊，所以呢，这个给大家一个大略的统计。这样的话，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未来我们的操作策略是如何哈？那等于是说，继续往上涨的一个可能性还是偏多于下跌，或者说整个趋势改变下跌的可能性。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有特别给大家讲说，这个长线的意义在这里哈，就是说你有一个
10%、5%的这个停止损，那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哈。那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要等跌低一点，我们再来 401k 进去哈。你真的低在去年12月24号，24号最低了，那之后你就不能够再看低了啊，是这个意思。OK，那之后就是趋势继续上涨哈，这是个人来讲，以几率来讲的一个可能性在这里哈。那中间当然是会有一些波动的哈，但是呢，至少持续上涨的可能性大于整个翻下来的一个可能性。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线图哈，周线图。沿着8周均线继续往上走哈，那非常的 bullish。那基本上上周我有特别提到说，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突然一个就是涨太多一个回调哈。那当然回调幅度是比我想象中稍微小一些哈。那有在我中级班同学就一个同学就讲说，从大已经讲出几个比较可能的情况下，但是呢还是走向最不可能的情况去走，也就是往上。那其实我还是看多的啊，只是就是说，希望帮助大家，或者说我自己也希望能够多建点仓位，再稍微回调一个适当的范围。但是我不看大跌，但至少有一个2750的左右回调，哎，结果连给都不给哈，这个意思在这里，就是说，希望有到那里回调，但是连到那边去的一个可能性都没有。好，那这个是表示大盘是非常的 super bullish 哈。那在 super bullish 之后呢，基本上就会类似这样，就任何的回调都是买进哈。这边回调大一点，然后呢没有再弹上去，最后就下去。所以呢，未来哈，我们先不预测大盘会涨跌，但是未来我这样讲，就是说看到这个均线发散，也刚开始发散啊，没有几周的时间，有任何一定会有回调哈，一定会有回调。那任何一个回调如果能够踩住，那都是买多的机会哈，这是未来我个人认为1到3年的一个情况。OK，除非到这个类似像这样子回调再下去，那才会有一个大回调。那这个其实也说了好多次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依照这样的情况下呢，哈，我就下周以后周末视频就会稍微多讲一点个股方面比较大型的个股或比较有潜力的个股，就说不一定会飞非常快，但至少是一个稳定上升的一个趋势的，我会推荐给大家。OK，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线图啊。日线图的话，我们在这里有出现 low high 哈，然后呢，这个突破了，所以算是一个又变成 higher high。这边的话呢是 low high 比较明显啊，当然这里也是，但是呢，至少这两个比较明显的 low high 之后呢，那基本上这个整个趋势，你看这边是一个 higher low 哈。Higher low，那基本上，除非跌破这些几个低点才能转势，否则的话，趋势可以继续往上走哈。我们上周是有特别看到说，希望能够有一个回压均线的过程啊。那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按照周五的情况，是有可能已经结束一个小拉回。那当然也有可能市场有不同的想法哈。那我意思说，可能有类似这样子的，比如说这个拉下来拉回。然后呢，上去过不了阻力哈，阻力在28.60这附近，所以可能还会再来垫个头，哎，surprise，然后呢，真正的就碰上50天线了，然后之后上去，没有人说这种方式不可能，但是这种都是属于大趋势哈，大趋势里面的一个小回调，OK，没有关系，回调让你建多更多的仓位，这是我要表达的重点哈。那当然上周。走法是稍微有点，就是说我们要看继续下跌，反弹之后再下跌，哎，没有，那又往上。我在周四的盘后小结跟大家提醒，就是可能盘势会往上走啦。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受到这个及时的提醒哈。那不管怎么样，趋势仍然往上哈，这是毋庸置疑的。那道琼的话，日线像是一个三角形，那也是一个随时不管是填满或者是随时就可能会往上突破，最重要的是不能跌破这个支撑线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线，短线支撑线的一个观察点。那 QQ 没话讲哈，非常强哈，这一波一波都非常强。那上周周五其实并没有涨得非常非常理想，所以呢这样讲就是说趋势可以继续往上走啊，但是呢我们仍然还有一点点30%、20%的几率是还会有稍微再掉头。
回来的一点点可能性，20%-30%而已哈，不是很大。来看一下这个最重要，下周要观察这个小盘股哈。小盘股是 IWM 或者是罗素2000的一个就是称号哈。那它基本上就是说已经碰到50天均线才稳住，然后呢继续往上走哈。那周五稍微收一个，就是说并不是多头并不是很强的一个信号哈。那这个有可能可以继续往上走，但是呢，要注意这个不能再往下走哈。那往下走的话，那但是它基本上还是一个牛起的形态，最糟是直接就是说再几跌破，然后呢跌破这绿线100天线，然后呢再往下去，这就变成一个头，否则的话还是一个就是基本上还是一个箱型整理或者说一个楔形的整理，那最后盘整完以后往上突破哈。但是呢，仍然是尽快会更好，因为它毕竟在未来，过去这一个月是比较弱势一点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看一下小时图哈，小时图的话呢，基本上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形成一个双底哈，双底过去形，这是上周下跌，然后呢周一、周二，然后周三形成一个双底之后，慢慢的往上走，然后呢也突破了之前的这个 low high 哈。那基本上可以说是大概哈，大概率来讲是已经完成调整，继续要往上走。好，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绿色，也就是三十四小时跟55小时的这个均线呢，只要死叉金叉，基本上代表一个趋势。好，那这边来讲是比较稍微扭捏一点，就是说属于横向盘整。那所以呢，横向盘整不一定会直接就往上冲哈，但是呢，稍微整固一下。所以呢，下周如果说稍微回调一下，然后等回踩一下。这个上升均线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就不要跌破这个上升趋势线哈。这个线非常重要，就是说不能跌破大概2800哈，可以有回调，但是不能跌破2800。如果跌破2800，这可能是一个熊期，好下去就还有可能见到我之前所说2730、2750。如果说这地方都破不了哈，2800都破不了，2810都无法扭转这个上升的趋势。那最后就是往上走了，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几个周线图哈。周线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 QQ 能量非常强劲，但是它稍微有点离开均线了，所以也有可能稍微做一些横向小拉回盘整的可能性，OK。另外呢，这个 SMH 是半导体板块哈，也是稍微有点就是超卖顶背离的可能性，但是呢，仍然就是说它这是一个趋势的开始，我个人认为，那所以稍微回踩一下均线，然后就慢慢的匍匐前进往前，继续的小垫步往前进哈，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另外呢，道琼是这一周是真的比较强哈。那你看，它已经基本上吞噬掉上周的一个下跌，然后呢，也一个强势的信号在8周均线上面站稳哈。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罗素2000，上周其实周线收的是还不错的哈。那就是说，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它只是一个一个牛期，上涨牛期，然后呢之后往上弹。所以呢，下周我这边还有那个这个。等一下，我会讲一下那个就是金融板块，金融板块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如果是能够继续往上走的话，那对于罗素2000的继续往上走又会有帮助。那再来的话，你就要注意到，板块轮动就会轮到偏于小盘跟这个道琼有关系的哈，因为道琼跟小盘最近比较稍微复苏一点，然后呢 QQ 稍微弱一点点，然后呢。标普还可以哈，这样也还不错哈。那就是说这个落后的要 picking up，这是我个人认为。OK，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药股哈，XBI 是这个生化板块。好，生化板块的话也是一样哈，在8周均线还有这个均线上面基本上站稳，然后呢有一个好的反弹，所以上涨之后在这边盘整之后，然后呢慢慢的转好之后往上走哈。那往上走，这也有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行情哈。那除非它跌破，否则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未来大概1到3年，我觉得，趋势如果持续的话，会有一段，就是说1到3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好的时间。OK，另外呢，恐慌指数基本上还是在盘旋哈，就是说盘整，横向盘整。我这边说，
上周有说过，大概从3月以后，大概3到6个月哈的一个盘整时间，才会有产生下一次的爆发。所以呢，只要不超过18啊，然后呢，这个会再下跌。那目前为止，恐慌指数稍微有点低了。那低的话，多低呢是比较好的一个稍微要注意风险的，就是大盘的风险呢，大概我个人认为是12哈，12到12.7恐慌指数是比较稍微就是说。恐慌指数的低点啊，这个是比较需要就是说才会有下一次的一个大盘的波动。OK，另外呢，就是我上周我记得提过跟大家讲过说，EVSY 或者是 TVIX 这恐慌指数的这个 ETF 呢，基本上都是大概就是蹦几天就下去啊。你看这边要蹦几次才会有大的反弹，这边才一次两次哈，还不够多。一次、两次、三次啊，甚至再继续跌，到第四次才开始啊，所以这边还有两次啊，所以还要再慢慢的搞第三、第四次才会真正的暴涨哈。所以呢，你看上周说，哎，这个蹦一下，可能一两天内就要再下去啊。这边你看蹦下去，然后呢就两天就下去，这也是大概两天、2到3天，两天、一天半啊。那你看后面才是一个持续的上涨，所以呢。TVS 也是一样哈，就是蹦一两天就下去哈。来看一下我上周讲的视频，非常重要哈。在上周24分30秒附近的地方，这是二三月左右，然后要如果要6个月，那要到大概6、7月。这个横盘震荡，横盘震荡我已经讲过，横盘震荡对那个长期持有 UVSY，长期持有 TVS 最伤哈。我们来看一下图表来说明，这个我之前有在这附近的时候就有提过说，这个 UVSY 它会这个反复爆几次啊，比如说爆了一下，下跌再爆，才会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涨幅哈。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哈，那你还需要几个要爆不爆，最后又继续不要停。你看爆了一天、两天怎样之后就下去了，爆了一天，哎，可能周一下去一下，再爆一次，哎，又下去了，啊，爆了一天，第二天就下去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哈。美元指数的话呢，基本上我说过了，在这个55周均线之上，基本上都还是没问题的哈。虽然形态来讲是比较稍微没那么好，但是呢，它就是一个横盘震荡向上哈。那目前为止，就是说，你看上周我说会再上，对不对？美元就真的上啊。那这个这周这个出一个比较好的阳线，但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一个横向震荡的一个局面。OK，美元涨，黄金跌，那我这边说会一个 A、B、C 的修正哈，那这周出现了哈，然后呢，还没有完全跌破这个我画的支撑线，那有可能会跌破，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因为毕竟黄金是最大主力在这里，然后这个好好的涨一圈上来之后，还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修正。那一个大跌之后反弹再下来，好，那大概一两周的时间，我觉得应该会到1270这附近哈，这个测一下这个均线踩好之后，盘整一下再往上走，所以需要点时间哈。另外呢，原油美元指数涨，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就是说原油本身还是一个上升趋势，那趋势线已经准备这个金叉，那通常来讲就是说。稍微一点回调，我觉得都还是一个可以买进的机会，除非一个大跌哈，否则的话呢，轻微的回调，那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觉得应该会到6263这附近，然后之后有个回踩，之后再往上走哈。另外呢，TLT 呢，是国债30年国债啊，不对，20年国债的一个 ETF 哈，那已经突破了之前的一个反转区间，那上周就是突破，那这周继续 follow through 上去，所以非常好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上升趋势。另外呢，这个我刚刚要讲的是 XLF，就是金融板块要止稳，那这样才能带动小盘股也能往上走。那目前为止就是说有一个收正哈，那所以有比较有机会，有可能会往上啊，那但是呢还是要确定要
突破这个之前大阳线的一半以上位置哈，所以下周如果能够继续往上走到26块以上，那就会比较好，那对整个来讲市场的继续往上会有比较好的效果，那否则的话就是说还是会有可能再回来调整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是 EEM 呢是这个是什么？是那个新兴市场的这样的 ETF 哈，那看起来也是一个横向盘整。盘整完以后，如果下不去，那就是往上走了哈，这就是一个上升的踪迹哈。这目前为止看起来都还算是没有太大问题。另外呢，这个上证呢，上证的话就是说，这边有一个比较强的阻力在3100这附近哈，上下哈。那如果这地方过不去，可能会有一个踩均线的动作。如果上了去，那下一个是大概3300的位置。OK，另外呢，看几个股票哈，阿里巴巴呢在5日线上站稳，而且往上走哈，那所以非常不错。往上走，然后呢，这个跳高回调回踩，然后呢又再往上走，那基本上表示这个均线是非常稳固的哈。那往上走之后，那我觉得这个调整应该就完过去了，因为这边是一个颈线哈，这个头肩两双头，然后呢。跌破这边再测试回来两只脚对于双头，那基本上现在胜出哈。那突破这个颈线之后，那就会有大概这边30，这边78、70，所以大概40点哈，40点大概210哈，会到新高哈。这我个人认为是88，如果走好的话，会至少到210。OK，然后之后再看看后来的情况。OK。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几个药股比较不那么强，就是说这个推荐啊，因为它比较容易，就是因为诊疗这个新闻或者是 FDA 有出了什么动作，会影响到各药股的一个走势会非常大的。那但是呢，有几个股票还不错，那个 REGN 哈，这比较大的股票，那它基本上是这个突破了这个均线之后。回踩哈，回踩这边还不错，所以呢，只要下周能够在400块以上的话，那它可以继续往上走哈。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LXN 呢，也是哈，在这边这个突破地方站稳，然后呢，它就会有机会继续往上走哈，跟上一次的突破再回来是不一样的哈。OK，来看一下这个。ACB 是大麻板块的哈，比较有潜力的个股。那这个周线上是2018年到2019年，等于做了一个就是大幅震荡哈。你看从最高12块到4块，这很厉害的。所以能不碰或不会碰，或者是不太觉得 comfortable 就不要去碰啊，因为这是比较大一点。但是呢，以图形上基本上这是一个这个楔形，对不对啊？上涨，然后呢牛起拉升，这边有形成一个。另外一个牛起的可能性哈，那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进入 Tesla 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的 slide。好，特斯拉时间啊，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的Tesla Model 3的车子啊，那非常漂亮啊，我觉得个人经验非常好，那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用开过的车里面，我觉得是算是最好开的其中之一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哈，周线图，这个以月线图来看的话，它算是一个两个大箱体啊。那目前为止，箱体在这个上一次箱体的时间是2014年，一直到大概2017年才开始往上走，所以大概是1、2、3年的时间。这边的话，往上走以后。另外一个箱体是在这个2018年接近2018、2017年年中，所以如果3年的话，大概是要到2019到2020之间哈，才会有下一个大动作哈。那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就变成都是一个横盘、横盘再横盘哈，然后呢，一直都过不去，然后呢，就是一个箱体的一个情况。通常在250附近哈，会是一个很好的支撑。最近前一次这个呢是在
260附近啊，所以250、260的附近是一个支撑区。OK，那只要在这边买，通常几周或几个月后会到底啊，这个380这附近。OK，所以它有一个这样一个 pattern，已经好几次了，一次、两次、三次啊，现在正进行第三次的，这个快结束收腿确认，然后再往上走。那这边也是一样啊，你看一、二、三上去啊，所以是不是这一次就要准备上去呢？啊，当然我们也还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就特别注意一下啊，这下一步的发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线图哈，周线图的话，之前你看也是一踩两下、三下之后上去，这边一踩两一下、两下、三下，很明显哈，而且周线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应哈，所以呢，会不会这一次就准备要往上走了呢？突破这个区间呢？我觉得以历史的情况是有可能，时间上还没有完全满足，但是在形态上哈，这个动作形态上很像哈，很类似，所以呢，我们下一次呢就要特别注意，它是不是在继续的在这里再横盘一段时间？如果横盘一段时间，比如说过不了310啊，这边也是一样，过不了310再回来再上去。这边也是一样，这边下来反弹，过不了310下来再上去，所以它都有一个pattern 哈在哈，所以呢这边的也是一样哈，这边下来，然后呢310附近上不去，如果能再下来，好，类似像这样子啊，上不去这个主一半的地方的阻力，最后下来，然后呢做一个横盘向下的过程的话。那不得了，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反弹哈。这边也是一样，会有这种情况。一般 V 的情况比较少，通常做这样一个盘整再上去的情况比较多哈，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呢，这是周线上大家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你有在250、260、260附近买进的，那你在上面的阻力是310啊，310如果过不去，那就暂时退出。啊，这个反正赚了钱就可以哈。那这个是日线图来看的话，也是一样哈。这边日线图看的大概是310，对不对？所以这边也是差不多阻力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都是一个中心区，反弹之后过不去就下来，反弹之后过不这边反弹之后过不去下来哈。所以我也预期会有这种情况，反弹到不了这里，然后下来之后再往上走。OK，好，那记得大家在这个看完刚刚我对 Tesla 分析的之后呢，记得我的 referral code 啊，如果说你有想要买 Tesla 车子，或者是你有朋友买 Tesla 车子，请记得 mention 到我的 referral code。OK，好，那我们就是很快的跟大家就是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基础班跟中级班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哈，那基础班呢，我们在4月2号、2号开始要开课，那我这个基本上有整理出很多自己个人炒股的经验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心理层次方面怎么建立你好的有好的心态，然后呢你这样的话才炒股才不会茶不思饭不想，然后呢比这个就是说很难去专注在你正常的生活哈，那。另外呢，就是说，像这些心态问题怎么去调整？另外呢，还有就是很重要，就是技术方面的知识也需要学习，这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因为你有技术形态的这个把握，那你心态就会好，你心态好，那你就能影响到你这个技术的心态，能够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点位切入，然后呢，趋势改变了，你可以有决断性的能够做好止损，这些都需要一个好的心态跟好的技术。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基础班基本上做这样方面的教育。那我们费用是300块钱，然后下次开课4月2号。那这个我们的上课方式就是说给大家看视频啊，看已经预录好的视频，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呢会有讨论的时间，有问题发问，还有我给一些市场实例。那就是说很多朋友们就问说，诶，那如果说是不是要约同个地方看呢？哦，no，不是，就是说是在我会因为是预录好视频，所以你自己可以在就是找时间，好，随时随地随这个随便都可以
就说来观看这视频，那视频会永久保留啊，所以你可以反复一再啊看啊，这通常看三遍的不算多，OK？啊，我的视频其实都挺好的，是不看三次不算多啊，所以呢，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新的一个感受，OK？好，那我们就是说报名方式在这地方啊，可以搜 PayPal、搜 Chase、QuickPay 以及 Zelle，然后呢，如果你需要可以。微信支付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弄好之后，然后呢，请你给我你的 Gmail 就可以了哈。这个有一个图很有趣哈，就是说我们以前一开始的时候炒股呢，或接触股票，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很多东西哈，就是说，所以我们都自己乱干啊。但是呢，因为一开始通常就是说觉得没什么，反正炒股就这样子，然后呢，你的节奏又刚刚好，就是说是在一个上升市场。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啊，炒股太简单了。可是呢，到个阶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常常做错一些操作，或者是跟别人跟风买错东西，然后呢就被套住，然后呢到最后是这个套住很多很多很大，然后呢到了绝望啊。那其实我的课程就是在于说给大家能够提前先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啊，然后呢。以至于你呢可以跳过，比如你现在还在愚昧山峰，你可能在一半的地方，可是呢，你还没到绝望之谷之后就找到我了，看到我的东西，认识我了，那你可以搭一个桥，直接跳到这个地方，知识与经验累积，以至于说你的绝望之谷的过程可以减少这个时间，或者是避免这个时间的发生，然后你以至于可以往到。持续平衡高原，一直说可以持续盈利的过程哈，所以呢，我基本上的课程用意其实就是在给大家搭这个桥，能够很快的，如果你掉到里面去的来学习，你可以很快的拔出来，走入正轨。如果你还没有进入的，你可以走过这个桥，跳过去。你相信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啊，只知道是一个很深的山谷，但是你没有不用亲身经历去走过这个山谷，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好，那你当有这个知识经验累积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去研究研发自己可以持续获利的一个原则。OK，这些东西定出来之后，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易员，或者说长期投资或者是短期的投资都可以。但是基本上这些都是需要不断的知识经验累积，哈，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讲到中级班呢，中级班的话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很多的这个工具啊，给大家足够工具，可以养成独立操作的能力哈。就是说，通常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钓竿啊，不是给鱼。那中级班特别特别，就是说有更深的一个期望，就是说能够就是自己能够学习能够独立操作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中级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市场的实力。主要是不是说带大家手把手带大家，好像就是说给大家鱼哦，是最重要的是说用这个例子来让你知道建立信心，说这个课程是有效的，这课程是可以用的啊，工具是可以用的，不是说好像学好像没什么用，然后就丢掉不用这样子哈，这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有很多不管是心态上面，在这种怎么观察市场，很多种层面的，基本上中级班都会 cover 哈，那都会讲到。那我们中级班的课程纲要在这地方是简单的一个纲要，也是看视频，然后呢，我们在中级班群里面有很多对于每天市场的这样一个。这个怎么样去做短线？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中线跟长线的一个理论与基础啊。那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课程啊，鼓励你来参加。那我们在上课其实都需要 interview 的啊，before 上课之前，所以呢，就知道一下你的程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请私信给我。那我们这个早安点位就是说讲到大盘，就是。震荡的一个高低点哈，那非常非常到位准确，所以呢也是一样哈，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冲浪大群呢，请赶快加入，OK？这是免费的啊，不是求你来，不是拜托你来，不是压着你来，是你自己来了，你会喜欢，你会愿意的来，OK？早安点位使用方法在这地方给大家简单讲一下，那盘后小结是补足大盘这个大盘的这个就是说不足，就是说。不是大盘，大盘我们在
周末视频的不足哈，就是让大家能够最第一手的知道我这个大盘的一个情况，以及我的看法、预测、预期是什么样子。OK， 好，那我们这边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参加冲浪大群扫我的微信，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用这个 Facebook 的 link， 然后来 request 就可以了。这我的微信的一个QR 号码，以及我 Nine 的QR 号码。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地方结束希望大家都有所得着。那我希望大家下周都能够有好的一个 trading week。那我们下周见喽。